睡这张床。对啊，我小时候啊很怕黑，不敢一个人睡，我阿公啊他都会来陪我睡觉。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啊，爸妈就车祸过世了，我是阿公阿妈带大的。但在高中一年级，阿妈也跟着过世，阿公就像我半个父亲吧。他对你很好。小学的时候啊，我被同学嘲笑没有爸妈，我阿公他还会很生气的跑到学校去帮我出气。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我很讨厌看到这种事吧。我阿公的教育啊也很严格，但是在阿妈过世以后，他常跟我说人生开心就好。那我让你开心。觉得呢？看起来是没有了。那我们来做点开心的事。我在隔壁，你不要脸我还要。意思是说，阿公不在的话，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阿公应该在陈佩佩家打麻将。